爱不分你我，爱没有界限，尊重与包容，了解而认同，重新发现新住民。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好，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新住民朋友也可以来参加的职业训练的课程，有关于手工皂制作这一方面的培训资讯。再一次的欢迎手工皂的老师赖淑梅老师，欢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老师上一段有跟我们介绍整个手工皂的课程规划特色啊，然后跟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创结合。那接下来请老师来谈一谈，在课程当中有优秀的新住民学员哦，也让你们觉得非常骄傲。就是我们新住民来说，我觉得他在销售这一方面是非常优秀的。像我们之前有学员的时候，他在销售手工皂这一块呢，他会把就是成分呢就会全部秀上去，甚至会在手机上拍照，然后告诉他的客人说他的成分是入了哪些精油，哪些成分，甚至会依客人的要求去做一个客制化的产品。所以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蛮优秀的。对啊，老师，这些学员大部分都来自于哪些国家来学习呢？有的是越南，有的是在我们大陆这边，当然还有了，像菲律宾各地都有，都有学成归国，可能去把这个手工皂的产品去让他们的亲朋好友知道。是，对对对。好，那再来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跟文创结合的部分啊，其实老师在这个手工皂上面做的一些花样，比如说一些雕刻啊，都非常厉害哦。我们来趁着这个机会，再向所有对手工皂领域有兴趣的朋友好好的再来宣传一下。是的，因为我们的课程呢，就是会有上半年或下半年，或者不定期的都有。我们会办很多的那个训练，手工皂训练。是，所以在课程方面，我会不断的去创新。然后当然我们的课程不会有一样的，不会一成不变了。对，一样的话大家都不会来上了。所以我们老师呢也会跟着不同的不断的去做一个学习，会给同学不断的新的一个我们的课程。对啊，像刚刚提到这个雕花，其实就是算后面高级进阶了。对对对，当然课程不是说想象的说我们手工皂就是光是手工皂。对对对，我们当然还会配合一些像我们的摄影啊，还有一个然后行销包装啊，甚至我们到最后还有一个成果展。那我们会模仿就是在销售这一块。其实让这些新住民朋友学完这些课程之后，他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就业。对，这样没错。好，那这一段我们非常谢谢赖淑梅老师的分享哦。那关于创转业的部分，我们要再一次的请我们苗栗县新出发协进会的各项训练计划的主持人彭新宇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在创转业这一方面的培训资讯哦。好，那么我们在手工皂课程呢，最重要就是结训之后呢，他们真的能够发挥创转业的效益。那当然这是要带着学生一步一脚印。对，所以这个所谓的创业的一个设摊的一个实物的模拟，这个是我们在结训的时候会带着大家怎么样在设摊，这个摊位怎么摆设，怎么布置，然后客人怎么互动。对，然后接下来呢，真正的设摊我们也会跟各个单位接洽。然后再来呢，我们有一些特定景点的一个就是上柜上架，像我们也跟香格里拉去洽谈上架，将学生很棒的创作呢有一个具体的销售景点，定点，直接让他们做发表这样子，算是直接销售了哦。对对对，销售的一些点跟平台，因为这也算是他们最终学习的目的啦，就希望可以让他成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就是鼓励他们，鼓励他们有信心。是是是，所以协会这边其实也是一个跳板啦，来帮助他们。对对对。好，那再来就是要问到，就是单位这边还有哪一些训练课程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除了手工皂之外，那不然就是说手工皂它的每年它的培训的课程大概是几月开始？
我们手工皂相关的课程的话，刚刚呢我们淑美老师也有提到，我们就是有失业者的一个职勤训练，然后也有就是在职训练，所以在另外这些时间点有上半年下半年，那也有全年度的，然后另外呢我们会办就是平常的研习课程，所以其实如果说想要学习相关的课程内容的话，是那选择是很多的，对，因为刚刚有说有很多是美容课程那边过来的学生，对，那边的学员，对，我们新出发的一个就是课程内容，当然手工皂呢是我们的养生跟健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延伸，就是很棒很棒的日常的保养品，日常的身体的洗洁品或者是护肤品，对，那会从这个手工皂这个领域或者液体皂都能有很好的应用。那当然我们主轴平常新出发的课程就还有像是经络养生，或者是说健康的一个伸展啊，或者是皮拉提斯，那这些相关的应用呢也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参考我们社团法人苗栗县新出发协进会相关的课程资讯，或者是上到 Facebook 看也是有，对， Facebook 欢迎搜寻我们社团法人苗栗县新出发协进会，是有刚刚彭老师讲就是有关于身心灵的保养课程保健课程， 对， 对，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哦。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要邀请大家来玩我爱新朋友 LINE 的互动游戏，今天的题目就是哦，我们这一集跟大家介绍有关于新住民朋友也可以来参加的职训课程主题是哪一类的资讯呢？知道答案的朋友请把答案和你的名字用 LINE 传送到 CITYFN 这个账号，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为你们准备的小礼物哦。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谢谢社团法人苗栗县新出发协进会的创会长以及各项训练计划的计划主持人彭新云老师，还有我们的手工皂达人手工皂老师赖淑美老师来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多元族群分享爱，我们下次见，